民高架桥下电子线路，请遵守交通规则，700米右违章拍照。前方200米电子监控，请遵守交通规则。前方1公里向右前方行驶，进入匝道。已通过，前方200米电子监控，请遵守交通规则。已通过。前方300米有违章拍照，您已进入上海市浦东新区。前方500米向右前方行驶，进入匝道。前方300米有违章拍照。前方200米向右前方行驶，下坡进入匝道。前方400米主路电子监控，请遵守交通规则。已通过。向右前方行驶，下坡进入匝道。前方900米向右前方行驶。前方400米高架桥上有违章拍照，拍照，限速60公里。前方200米高架桥上电子监控，请遵守交通规则。已通过。前方500米向右前方行驶。前方200米向右前方行驶。糟糕了，视线。糟糕了，怎么办？请减速慢行，即将向右前方行驶。向右前方行驶。前方750米红绿灯路口直行，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1.6公里。前方300米有测速和违章拍照。前方300米有违章拍照，请保持直行，走中间3车道。